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修修，欢迎来收看《拳皇一五》精彩对决，来自小孩打他的徒弟微微啊，小孩 VS 微微啊。比赛也是来自小孩的擂台赛，牙刀首发，一开局就把对手压到板边，这个乱打的啊！我说乱打的话是说这个牙刀有时候他一些招就没什么破绽了、啊。有时候他已经有破绽了，你想打他还打不到。我的徒弟微微也算是很硬气，继续压起身打下盘，套中，哎，黄狗撒尿，可惜有点失误，再滑铲，小孩铲血，不太妙啊，点一下，好的，铲血之中夹脖子，帅气。这一点血，哎，不错，回了不少血。面对二发拉夫，好抢空，哎，不上路也不中路也不下路啊！突然反抓，压角落，这个跳攻击也是打得非常精准啊！微微想出手都出不到呀。好的，升龙了，很明显哈、啊，小孩有一个走位，就在等你飘了，一跳就升龙哈、啊，进入了小孩的圈套。这一波再打的话，几乎可以秒了。帅气，再夹脖子。哎，牙刀角色依旧很强啊，有点无敌了。小孩玩的，我觉得以后应该得把这个小孩的牙刀给禁了哈，不然的话我没得玩啊，或者削弱吧，跟 SNK 说一说。这尼玛一打就是一个穿三绝是吧？不削弱，不禁怎么打？你看，又是精准升龙。在等你，好扫一腿，等升龙吗？哦呦，漂亮啊！这一波，小孩应该是在等升龙啊，没有想到对手这一下不跳了啊，直接反击。这么强，很屌啊！好，看二发拉夫打手底，一个跳低，跳 CD 再跳低啊！哦呦，哎呦，漂亮！这一波反确认啊，一个 BC 脸。还没死，小孩现在手握三颗气，要用好资源了。好的，可以确反了，冰淇淋，来，再来一个隐藏超杀，姨母看表，直接要绝杀了，直接。姨母看表，可以的，相杀之后拿下这一局很精彩。好，视频好看记得点赞、关注，羞羞不易走丢。